今天我要来录一首曲子，叫做《差遣我》，然后换头发。这首曲子其实是蛮久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它是2004年赞美之泉的曲子。然后我觉得就是2020年，就是我觉得神跟我说我的命定，就是应该说是就是在琴类这方面，就是钢琴或者是木琴。但我觉得神好像有清楚指示我是钢琴，在今年啦，如果我要服侍神的话，然后就是我今天要来就录一下，有一首歌是赞美之泉的差遣我，OK，然后觉得说想要就是借由就是敬拜在就是对神可以恢复起初爱他的心这样子。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中。